妹妹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不看宝宝啦？妹妹，妹妹，今天又是你看宝宝，妈妈真幸福呀！打开你进去吧，好不好？我拉开你进去，来，看看你的弟弟妹妹，去，去不去啊？去不去？进去吧。小胖子睡午觉啦，看胖嘟嘟的，这肚子一个个吃的好胖啊。你要不要进去啊？想一想，妹妹啊，你不看宝宝啦？压在人家身上一起睡，这个姿势，看这个姿势，这还伸舌头呢。不觉得脑瓜沉吗？你要不要进去？哎呦，看宝宝都看困了。好奇的，进去看看吧。去不去？还是不敢进，有点小。大宝最乖了，大宝性格最温顺。大宝呀，大宝，这个位置看得清楚吧？你进去吧。以前妈妈生宝宝，你不都是进去陪着吗？妈妈睡着了，你看，妈妈睡着了，可以进。妹妹，看她都不睁眼睛，你去吧。进不进呀？